好，我是小六。今天呢，我来到网友家，这里呢是广东，信宜前排镇，这里呢三华里已经成熟了。小六呢也现在也过来这里尝尝鲜，这里的三华里呢非常的好，很甜很脆的，先尝一个。果肉呢非常的脆，而且口感非常好。大家知道这个吗？这个是摘果神器来的。还是不太懂操作这个。这里，这个直接可以用手摘了。好，点到了。掉了太可惜了。哇，这个蛋，来再尝一个。这个好。其实呢，这个树上面摘下来的果呢，它是最新鲜的，不洗它也不脏。这个多大？还是这个摘果神器好用。我们呢今天是尝鲜了，现在也不是很熟，到下次再成熟一点再来摘一次。摘了这么多，够吃了，这里大概都有差不多20斤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六的视频帮忙点赞转发，支持一下小六，记得关注小六啊，下期再见。